网红杰哥在社群十分活跃，经常分享日常生活的点滴。日前他发文透露，接到大楼保全的来电，告知他工作室的警报器不断响起。由于工作室离家不远，他便决定前去查看，但是经过检查后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随后警卫让他到管理室查看监控的画面录像，而监视器的画面显示警报器在十分钟的时间里一直向管理中心发出警报。杰哥表示，工作室内的警报器有好几个按钮，包括火警、求救、瓦斯、防盗等，其中只要按下求救按钮就会通知大楼管理室。然而当时工作室并没有人，警报器却响了二三十次。杰哥忍不住爆粗直呼，现在七月半不要这样，自己明明有拜地基主啊。网友们则安慰他表示，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变化导致电线的接触发生问题，建议他找维修人员来检查，不要自己吓自己啦。Bye.